我想，我们教育局今天就可以立即把这个切结书的稿件里面做一个研拟之后，然后跟业者这边来进行这个完成切结书的这个切结这样的一个程序哦。学生食安，严格把关。学生食安，严格把关。我们为了要在这个整个校园营养午餐把关，确保我们的孩子不会吃到核岛5县市的食品，那么我们就请教育局这边来拜托来指示学校这个委员会，然后请我们的业者能够配合，然后提出切结书提出切结书，因为我们现在合约里面也只是优先使用国产食品，但是呢，其实包含教育部也承认。到目前为止，校园里面没有100%的采取国产食品，只是优先使用。那第二点，我们这样的拜托我们的团膳业者签出这样切结书，那么我相信也没有提高我们团膳业者营养午餐的成本，也没有提高，所以呢，也不会影响我们整个学校的营养午餐的品质，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这样的要求，那事实上是大家是共同双赢的，也就是校园的食安我们是共同双赢的。那么最后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台北市开第一枪，用具体的行动具体的行动禁止核食进入我们的校园，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广到其他的去。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教育局今天就可以立即把这个切结书的稿件里面做一个研拟之后，然后跟业者这边来进行这个完成切结书的这个切结这样的一个程序我想因为最主要是我们这个台北市的餐德工会跟全国餐德工会的理事长都在这边那他们愿意这样子一个作为的话，我们教育局会立即来配合办理，没有问题。